永恒全能的主宰，道成肉身显灵你的爱，奇妙主荣耀神何等的伟大，圣洁尊贵的主王，超乎万民在真理之上，为我罪要把血赎回我生命，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掌权直到永远，我要扬声赞美你。嘿嘿嘿嘿，何等伟大的爱，高歌出天山海，那受尽大赞美。哇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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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敬拜你，耶稣我的主。给我们的主一个热情欢呼，让我们能够更多带着我们的信心来宣告，一起来唱。永活全能的主宰，道成肉身显明你的爱，奇妙主荣耀神何等的伟大，权力之上，为我罪要保险赎回我生命，大家来唱，无论能与你相比，你掌权直到永远，我要扬声赞美你。嘿嘿嘿，哦，何等伟大的爱，要破除天山海，要受尽大赞美，
起借给我。每个人都要把手举起来哦。分享一个见证，在这个礼拜的时候，有个小组长跟我分享，他就说他本来出了一个车祸，然后他压力很大，他很担心，他担心因为他负全责，所以他撞到一台车是名牌的车子，所以他就担心他要付这个名牌车的维修费，然后他自己的车子也坏了，所以也要付很高额的维修费。听我说，这礼拜他就分享这个车主跟他调解之后愿意要他不用赔钱。哎呀，那台车子是奥迪，让大家知道一下。然后呢，他就说他最近有一个很大的恩典，所以他也可以补完他修车的费用。你们，这个本来是很大的压力，但是在我们的神上帝能够，你们，上帝能够，你们，上帝能够，你们。小壮跟我分享，工作很有压力，因为他觉得他做不到跟去年一样的业绩，但是上帝就给他一个恩典，让他今年可以做全台湾的业务。你们，所以他的业绩的量是以前的3倍。哎，对吧？我应该没有讲错吧？3倍吧？你们，上帝能够，上帝能够，跟你旁边的说，上帝能够，上帝能够。所以等一下，待会在唱的时候，我要大家用一个信心的眼光来唱，因为上帝真的能够，阿门。用上帝真的能够的态度来唱，阿门。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
可不可以再给我们的神一个最大的欢呼？哈利路亚 ！Amen， Amen。好不好？今天晚上就是最好亲近神的时刻。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台前、在台上、在任何的一个角落，都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亲近我们的神。Amen， Amen。好不好？让我们一起高举我们的双手，我们要开始来敬拜。让我们相信今天的每时每刻，在这里没有一分钟是浪费的，因为神的同在就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耶稣，我们欢迎你，我们向你来歌唱。哈利路亚，更多寻求你，更深寻见你，更深寻见你，就更加爱你。再来唱更多，更多寻求你，更深寻见你，更深寻见你，就更加爱你。好不好？你们来唱。我渴望，我渴望坐在你脚前，因你杯中的果汁，在你怀中感受你心跳声音，爱深不坚定，让我承受不起，我融化在你主天。对了，就是这样。 Come on， 再来。我渴望坐在你脚前，领你杯中的不觉，在你怀中感受你你心跳声音，爱深不坚定，让我承受，我融化在你数天的安心。哦，更多寻求你，更深寻见你，更深寻见你，就更加爱你。来唱，我渴望，我渴望坐在你脚前，听你杯中的火炬，爱深不坚定，让我承受，我融化在你主天的爱。我渴望，我渴望坐在你脚前，以你杯中的火炬，心跳声音，深不坚定，让我承受，我融化。Come on， 再来唱。我渴望，yeah， 我渴望坐在因你杯中的果汁，心跳声。承受不起，我融化在。那么我们再高举双手，再来呼求。我渴望，我渴望坐在你脚前，哦，让我听见，让我听见心跳声音，爱深不
敬拜你，让我坐在你脚前。Come on, let's go. 爱深不坚定，让我承受不起，我融化在你心田的安息。我渴望坐在你脚前，因你杯中的活泉，在你怀中感受你心跳声音，爱深不坚定，让我承受不起，我融化在你属天的安息。唱我渴望，我只渴望能更多贴近你，直到我心与你合为。我只渴望，我只渴望能更多贴近你，直到我心与你合为。Come on， 让我们大声的来唱，我只。我只渴望能更多直到我与你合为一，我只渴望，我只渴望能贴近你，直到我心与你合为。好吧，就把这个当成我们今天晚上的祷告。我只渴望能更多接近你，我只渴望，我只渴望能更多接近你，直到我心与你合。Come on， 所有的人大声的来唱，我只渴望。
拜，当我在准备要来在这个结束敬拜的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被上帝提醒一件事，他就说，是不是常常我们在忙碌的生活里头，日复一日我们需要完成的事情，可能我们要达到的目标，你的计划，你的考试，或者是你很多有期限要去完成的东西，你日复一日这样子去做，你已经麻痹了，或者是发生了一些事情让你太难过，所以你选择让自己麻痹，你选择让自己，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啊，我倚靠神说要看起来很好。但在我这个礼拜的时候，我被上帝深深的提醒，他就跟我说，孩子，我知道你做这些是为了我而做，但是我没有要你为我做。因为我听到这个我蛮惊讶的，但是他说，因为我要你跟我一起做，我没有要你自己去承受。因为上帝在跟我说的是，我想要跟你一起来完成这些情绪，我没有要你自己忍受，你不需要好像自己看起来很好很 perfect， 但是上帝想要跟你一起。所以在浪子回头的故事里头，当大儿子在跟父亲生气的时候，父亲讲的第一个是说，因为我要常常与你同在，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好不好，今天在这里大家，我希望你们眼睛闭着头低着，这是一个你跟上帝之间亲密的时刻。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麻木了，在日复一日的压力里头，在日复一日需要去完成的事情生活当中，你是不是麻木了？但是今天上帝他要来拥抱你，他要让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你不是只有来教会的时候可以跟他在一起，而是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在你最难过最低谷的时候，在你觉得你最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上帝要与你在一起。如果这是你的话，就举起你的手，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因为我感受今天那深不见底的爱要再一次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头，一起开口，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是的，拉巴巴巴巴耶拉嘎哈，是的，拉巴巴巴巴巴耶拉巴巴耶拉嘎哈，是的，拉巴耶拉嘎哈。我想要请传道同工跟小组长可以开始一起来服侍。是的，拉巴巴巴耶拉嘎，是的，拉巴巴巴耶，是的，拉嘎耶，是的，拉嘎耶拉嘎，是的，拉嘎耶拉哈，是的，拉巴巴巴巴巴巴耶拉嘎哈，是的，拉巴巴巴巴巴巴巴耶拉嘎，是的，拉巴耶。今天要对你说，你不是一个人。是的，拉巴耶拉嘎，所罗波耶拉嘎，是的，拉巴巴巴巴巴巴巴耶，是的，拉巴巴巴巴巴耶，是的，拉巴耶拉嘎，是的，拉巴耶，是的，拉巴耶拉巴巴巴巴巴耶，是的，拉巴巴巴巴巴巴巴耶，是的，拉巴巴。我只渴望能多接近你，直到我心与你的唯一。我只渴敬拜，我渴望坐在你
脚前，因你杯中的活泉，在你怀中感受你心跳声音，爱深不坚定，让我承受不起，我融化在你诸天的安静。我只渴望能更多亲近你，直到我心与你合为一。我只渴望，我只渴望能更多贴近你，直到我心与你合为一。我只渴望，我只渴望能更多贴近你，直到我心与你合为一。我只渴望能更多贴近你，直到我心与你合为一。来唱，我渴望坐在，我渴望坐在你脚前，因你杯中的活泉，在你怀中感受你心跳声音。爱深不坚定，让我承受不起，我融化在你数天的安息。好，我们就开口来祷告，求圣灵更多的来触摸我们。是的，哦，哒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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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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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的心里向我们来说话。是的，哦，拉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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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是的，耶，拉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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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是的，拉巴拉巴拉，是的，耶，拉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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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是的，耶，对对对对对，是的，哦，拉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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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是的，耶，是的，哦，拉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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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是的，哦，上帝，我们要更多，哈利路亚，是的，哦，拉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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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是的，耶。做不好这些事情，你会被讨厌，很多是家庭所带来的恐惧，各式各样的恐惧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是别人跟别人比较的时候来的恐惧，但今天上帝要帮助我们释放掉这些情绪，
主啊，我们就把我们的恐惧交在你的手里。我们知道我们很软弱，我们知道单靠我们是没有办法的，但我们相信你，我们知道你是可以引领我们的神。是的，上帝，你是引领我们的神。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需要戴着面具。上帝，主啊，你让我们要毫无保留来到你的面前。上帝，只求你，主啊，你挪去我们心中那一切的担心跟害怕。上帝，愿来到你的家中，上帝，我们不需要担忧，主啊，我们不需要担心，主啊，我们更不需要戴着面具来到你的面前。上帝，你就喜悦我们。上帝，主啊，是那最真实的我们，主啊，是那个最棒的我们。上帝，就求你，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啊，是要有信心的，主啊，因为上帝，你是我们的阿爸父，上帝，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上帝，我们就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全能的圣的名求，阿们。我只渴望更更多贴近你，直到我心与你合为一。我只渴望更更多贴近你，直到我心与你合为一。我渴望坐在你脚前，中感受你心跳声音，爱深不坚定，让我承受不起，我融化在你诸天的安息。今天让我们一起在神的安息里头，安静在神的面前。我想要你能够感受到你心里头的风浪开始被他的爱来平息了下来，在你心里头每一天一直搅动你的那个风浪开始遇见到神的爱，然后被平息了下来，然后你被神的爱淹没，淹没在神的爱里头。耶稣，我为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来祷告。上帝，求你的灵今天更深的来充满我们，从现在到末了不断的对我们来说话。上帝，让你的爱在我们的里头不断的涌出来，激动我们，让我们重新得力，平静我们心里头所有的风浪，能够安息在你的同在里。谢谢你耶稣，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拍掌把荣耀归给神。在回到位置之前，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今天让我们一起重新得力。今天让我们一起重新得力。Amen， 让我们一起重新得力。大家可以慢慢回到位置上。